纪丹同志。哦，作家同志，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本想早回来。您工作挺忙的，我打扰您了。不要客气。今天我正好有点时间。好，屋里谈吧。在这儿谈不是很好吗？也好啊。请。局长同志，我是想写一写关于战争时期炸掉敌人釜山武器库的故事。听说那次斗争您是主要人物。嗯。有过那回事。不过把导火线点燃的人不能算是主要人物，在那个严峻的时期谁都可能做到的。当时有人暗地里像个影子保护了我，后来又悄悄地不声不响地消失了。他的代号叫东白花。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还总忘不了这个真正的人。哦，作家同志，你要写就写他吧。那是1951年的事情。有情报说敌人正把大量的化学炸弹运进釜山弹药库，准备在新的战役中使用。我当时是在前线的工兵突击班，我是作为爆破专家参加这个班的。啊，第一次到敌后，我不懂得敌后的工作方法，一开始和有经验的同志在一起还是蛮有信心的。哎，你唱的什么歌啊？啊，在家乡给女儿唱过的歌。给女儿啊？哎，你不是没有家吗？哪来的女儿啊？我怎么能没有家呢？我老家在光州，那儿有我住过的房子。是吗？哎，我妻子小时候我们住前后院。哦，他爸爸死在鬼子的监狱里，是个贤惠的女人。那时候我们俩参加了秘密读书会，有人打死了日本鬼子，组织暴露了。我们把刚5岁的女儿托给了一个朋友，就离开了家乡到汉城去了。到那儿鬼子还是抓我们，于是我和妻子分手了。我女儿要是活着，今年18岁了。分手以后再没见着吗？没有，只是听说组织上把她派到釜山去工作了。啊，这回到釜山就能见着了。嗯，说的倒容易。
东哥，放下我！东哥，快放下我！这样咱俩都得死，班长同志，你再忍耐一下，你快放下我！班长同志，你醒醒啊，班长！啊，东哥，你一定要活下去。你得完成任务，班长。啊，那里有我们接头的人。啊，你到城里找釜山海关，关长叫吴春德，他就是接头的人。接头阿宇，你丢没丢一个烟盒？回答，丢好久了，烟盒上面刻着竹子，系好关系，按照规定你把烟盒交给他。班长，班长同志，啊，动辄艰难的路只好你一个人走了，这条路宁可牺牲了也得走下去。我记住了，班长同志。烟盒在这儿，给我点一支。班长同志，班长同志，班长同志。班长同志，你们都走了，我可怎么办呢？班长同志，司机给征调走了，没车仓库的货不能运呢。好好，我马上给你找司机。目前先用小车推吧。用小车推？先生，您就是关长吴春德。啊，是我。什么事？您丢没丢一个烟盒？丢好久了，烟盒上刻着竹子。到那边去。正等你，同志。
说你们在郊外和敌人遭遇了，就你一个人？那好吧，先给你安排个住处，你先住下来。对了，你会开车吗？嗯，那正好，这里需要一个司机，走，找人事故障去。哦，那我以后就叫何明。好吧。200，队长吗？我是吴春德，我有重要情报，我在老地方等你。喂，吴春德是2个月前投向我们的，这件事目前还是绝对保密的，可是正在他报告重要情报的时刻被杀了，这谁杀的呢？这个人肯定知道吴春德投向了我们，我们一定要把他抓到。侦缉科长呢？金春科长到出事的现场去了，他要我调查一下最近吴春德都接触过些什么人。那有可疑情况？有，常接触的一共有6个人，大部分是走私犯。啊，他和走私犯接触密切，这我知道。不过其中有一个人是最近才出现的。他是谁？他叫何民，海关的司机，是从难民收容所来的，是吴春德帮助他就业的。初次见面就帮着他就业，哼，很有意思。调查一下何民的情况。明白了。即使这个司机是潜入者，也不会是他杀死吴春德。如果他知道吴春德的情况，会不接触就把他干掉。这里肯定另外有个影子。海金刚说，要出卖我侦察兵的叛徒吴春德已被处死，请指示。东百花。东百花手。你要尽一切力量保护他，并帮助他完成任务。你只能通过联络员和他保持联系。海金刚。在海关做事啊，没有不从走私犯那儿得到好处的。关长吴春德先生也值得怀疑，他和一伙走私犯交往很深。日本时期啊，有一个老鱼头帮是伙大走私的，那买卖做到香港。那些人呢，我都见了多次。你别捞得起没个碗了，这些事儿我不想听。哎，看你这个人，哎，这又是顺路，你就给捎一车不行吗？有你的好处啊。请问我找人事股长到哪儿能见到他？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啊？我是来做海关秘书的，叫徐任真。啊，你到2楼去找他吧。啊，谢谢。哎，不客气。美人啊，女人呐，别看她脸蛋多么漂亮，可心眼就不一定好。我老婆就是又厉害又刁。何明，
是通缉啊，这要是抓住了，当场就得枪毙。就是，我们在前线喝出性命打仗，你们也得为反共出点力，这还用得着悬赏？哎呀，大嫂，您可吓我都撞了人了。干什么？啊，对不起了，金刚老爷。是这位大嫂推的我把您撞了。请您原谅，您辛苦了。再见。少教育的东西，真是个无赖。哼。勋章，还我勋章！出故障了，故障，给你五分钟时间，再不离开我就要开枪了。走，快！特别检查组奉大检察厅厅长之命前来查处馆长被杀事件及一切走私行为。从即日起，局内一切税务活动等事宜必须听命于本检察组指挥，违反者无论官阶高低均需依法严惩。特别检查组首席检察官洪秀兰。何民，何民，出事了，出事了！你咋呼什么？还出了大事了！帮你就业的那个馆长，让人给杀了。怎么杀了？听说半夜回家路上被人给拿枪打死了。为这事，大检察厅派来了特别检查组，他们到了，正噼里啪啦的挨个收拾呢。哎呀！首席检察官传你去呢，弄不好你就完了。哎，你不要紧吧？你当心自己吧。你不是和走私的是好朋友吗？嗯。快走！检察官先生，你饶了我这次吧！快走，快走！你饶了我这次吧！首席检察官在等你。厅长先生，工作已经开始了，我们临时在馆长办公室办公。是的，是走私犯门的内部纠纷。嗯，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我昨天收到了密告信，是告海关里的人，应该趁此机会一网打尽。好，再见。你就是何民吗？是。从北边来的？是这样。这儿的官长死了，你知道吗？知道。坐下。听说你也是他的同党。啊，他只是帮助我在这儿就业。你花了一笔钱。对，对。原来这样。不过，在馆长被杀之前和他接触过的人，我们都得审查。你怎么认识馆长的？详细写出来。还有，
今后不管谁用车，必须有我的许可。回去吧。我知道了，检察官。等等，你在军队服务过？是。在哪儿？解放前在日本军队。何明的档案拿来，就要吗？对。本部吗？我要206。侦缉科长吗？我是洪秀兰，请你来一下。啊，马上。从档案看，何民是去年冬天越境来的。我们都知道，从北边来的难民生活都是很困难的。可是一个难民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钱贿赂这位海关的关长呢？贿赂是可能的，为了找职业嘛。有那么多钱不找职业不也能生活下去吗？可他又偏偏选择了个薪水很低的汽车司机这么个职业，这不奇怪吗？夫人，您真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啊。金春先生，我们可是老朋友了，请你多多关照。姓名何民，原籍平安北道郭山郡，1925年10月21日生，从治安队逃出越境，对吗？除了生日以外都对，不是二十一日，是22日。啊，对了，是22日。有走私嫌疑的材料，怎么会登记到你的手册里去了？何民不是走私嫌疑分子，而是人民军的侦察兵。我完全同意你推理用的事实。但是他就业是为了别的目的，今天他的车在弹药库附近停了4分钟，说出了故障，这就很值得怀疑。那就该逮捕了。逮捕现在证据还不足，再说向吴春德开枪的人肯定不是他。你也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惊动他，而要把他幕后人引出来。听说美军谍报队也要派一个叫派纳斯的谍报员。你们办事情总像是捉迷藏。感谢你的信任，检察官。再见。再见。见了那个女检察官之后，我心里忐忑不安。从特务队的人出出进进的情形看，肯定我是被怀疑了。我不知道吴春德为什么被打死了，是被谁打死的。我是奔他一个人来的，他这么一死，没有敌后工作经验的我确实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我甚至想回部队去，我从没有像当时那样想念同志。
去是不可能的。我宁肯抱着炸药包投身到弹药库里去，和那些弹药一起同归于尽，也绝不能一个人回部队去。这样一想，我心里倒坦然多了。我注视着一切可能的机会，做了随时行动的准备。이바람이사나운줄은내오이모르랴벼랑길이험난한줄을그어찌모르랴나하나행복은버려도기어이가리라이환기형용의환기叫你去一趟东买，晚上给我送来吧，我来给你补。我不用。心眼别那么死嘛，这样很不好。你要是出现在弹药库附近，那就更不好了。你出车的这个通知单可是洪秀兰亲自过目的。要是出现在弹药库附近，那就更不好了。你出车的这个通知单可是洪秀兰亲自过目的。停一下。什么事儿啊？我有急事儿，让我搭车吧，叔叔。我给您钱。叔叔要到哪去？去东来温泉。上车吧。好。您这是旧车呀。加快点速度吧，这么慢真急死人呢，时间怕来不及了。真不凑巧，我家的那辆车出毛病了。哎呀！哎，下车吧。不是去东来吗？不去了，快下车。叔叔，你叫何名吧？原名叫朱东哲，说的对吗？我带来了海金刚的指示。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到那边去谈吧。
叔叔，您找过海关长吴春德吧，他已经叛变了，邓百花把他处死了。叔叔，您好危险呐、啊！哦，邓百花。啊，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朱东哲同志说，我知道你目前的处境，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你还可以继续留在你现在的工作岗位上。你要得到东百花的帮助，但不能和他直接接触，你一定要完成任务。祝你健康，海金刚。叔叔，东百花指示敌人的化学炸弹还没运完，所以目前让您等待，几时行动会告诉您的。嗯，行动之前不让您到弹药库附近去，要进那个弹药库必须找到过去走私用过的地下通道，目前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知道了。挺好，您就和我联系。啊，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柳真玉。哦，柳真玉，你在哪工作？我在市里卖书和杂志。是吗？嗯，就在市场里。哦，书倒是够我看的。好啊。您是军人，可能更喜欢打枪吧。50米以外，能打中一个瓶子吗？我没试过，我是个工兵，爆破技术方面，我可是一等。哦、是吗？我要能像北边的孩子那样，到学校去念书，该多好啊！是啊。啊，我要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头发在哪儿做的？我自己做的。手艺不错呀，能给我做做吗？当然可以，谢谢你。哎，老爷子，嗯，嚯，谁给你画这么脏啊？真漂亮啊！真倒霉，呸！他说我有走私行为。老天爷知道我哪懂那一套啊，母夜叉。可不是嘛，你的心干净极了、哎、这我最清楚。哎，老爷子，嗯，今天我请客。怎么，今天你有闲工夫了啊？给检察官送车劈柴就没事了。哎，检察官挺有本事的，家里干什么的，爬这么高？他父亲解放前在日本是有名的律师。哦，是律师。嗯，开始他给他父亲当秘书，以后才学了法律，大概这都是他父亲的主意。解放后他当了律师，以后才当了检察官。是个可怕的女人，老远见了她我就浑身打哆嗦。啊，咱们走吧。你不坐车走啊？哎，我这不是小轿车，走着去吧。要洒了。
请客呀？啊，今天是我父亲故去的周年。啊，这儿除了你啊，我再没熟人了。啊，谢谢你了。世道艰难呐，你就好好的混吧。哎，老爷子，嗯，你认识走私的人吗？那还用问吗？我跟他们都挺熟。给我介绍一个吧，我亏不了你。难呐，你这是怎么了？上次叫你拉一车货都不肯。哼，那小意思现在也不干。嗯，要干了我就干大的。你以为我白花了那么多钱贿赂了官长到海关里来？你要干多大的？这么多？那就这么多。哎呀，你就不怕老天爷了？不怕。这么干你得上天堂了。天堂已经满员了。嗯，不收人了。事成之后有你一份。你说办什么事啊？有一批四五十吨的货借了船，得找个地方存放。哎呀，这么多货呀，这可是头一次。你这么干要让姓洪的抓住了，至少要吃20年的官司。不能让他抓住，你说吧，干还是不干？我干。保守秘密，你放心吧。你一个人生活，怎么回事？啊，我跟丈夫离开了，俩人合不来。是啊，我还不知道呢。您呢？很久没有人问起我家庭的事了。我也一个人生活，我丈夫死了。你生活得怎么样？唉，难呐。战争时期嘛，有什么困难来找我吧，我帮助你。啊，司机昨天按时回来了吗？是的。你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没有，我没注意这些事情。我看你还是很关心的。啊，您看错了吧？我还没看错过什么。进来。检察官，直接给您送来了。先到院里吧。纸币不是伪造的。这么说，他到海关里来是想靠着官长发一大笔财了？那他纯属是走私的。就是啊。你说他不是间谍，是走私犯？就是啊。那么他为什么去弹药库呢？就是啊。那是他值得怀疑，不是你说的吗？给你那秃脑门子里打进一梭子弹，你得说就是。哎呀，你不过从他身上我闻到一股味儿。什么味儿？身上有皮带的味儿。他的一举一动都有棱角，像军人。是吧，这我很感兴趣，去搞清楚了，别让他觉察到。不过杀死吴春德的究竟是谁？行了行了，这不干你的事。哎，你把何明搞清楚了，那个人也就查出来了。啊，我明白了，谢谢。
30元，拿去吧。买书吗？啊，买一本。您要什么？有美国的生活杂志，新到的。买书吗？今晚9点，在亲马山秘密接头地点和真玉接头，钟百花。你要干什么？真漂亮啊！漂亮，真漂亮！跟我们玩一玩嘛！啊！别走嘛，你一生气就更漂亮了，陪我们玩一玩嘛。叔叔，你走吧，别管我。你们要干什么？老子是从前线回来的，你滚，快走。东百花特别生气，甚至发了火，这样发火他还是头一次。那他说什么了？说您感情冲动，最好还是回去。哦，他说原以为您到敌后初次工作没经验，但意志还很坚强，可现在看来，您连做一个军人都不够资格。是我不对，这我承认。可是姑娘，你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他如果能理解，就不会那样生气了。我认为你现在是代替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在工作，可是我……叔叔，都知道。别说了，军人也是人，你也有妈妈，如果你妈妈看到那个情景，也会指责我吗？叔叔，您提起我的妈妈来。特别生您气的，指责您的那个东百花，就是我的妈妈。我5岁那年，就离开了爸爸和妈妈，什么苦我都受过，被卖到这儿，卖到那儿，流浪街头要过饭。几年前，妈妈把我找到了，可那个时候，我们的母女关系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只能远远地望着妈妈，不能和她在一起。有一天我生了病，病很重，一有病就更想妈妈了。到了半夜，我就去找妈妈，妈妈看见我惊呆了，说怎么了？规定不许你来的。我说我妈妈我病了，我想跟您在这儿待一会儿。
怎么他还没有跟妈妈一起睡过觉呢？我这么一说，向来坚强的妈妈眼泪一下子就止不住了，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说：“真玉呀，你可不能有病，你有病妈受不了，没有你妈活不了。将来见到你爸爸的时候，在你爸爸面前，我们娘俩痛哭一场吧。”振玉啊，转告你妈妈，是我错了。走了，把东百花的指示给我吧。叔叔，等一等。哎呀，这是干什么？我没这个时间呢。叔叔，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您的生日啊。哎呀，这是东百花的指示。要是在家乡，我大婶会给您张罗过生日的。在敌后，只有同志们来祝贺了。让我来敬您一杯。祝贺您的生日，叔叔。谢谢。叔叔，为了祝贺您的生日，我来给您唱支歌吧。这歌是跟谁学的？跟妈妈学的，是我爸爸最喜欢唱的。你爸爸？你们家乡在哪儿？在光州。你爸爸叫柳哲。啊，叔叔，这是我爸爸。哎呀，你就是我们班长的女儿，是你，孩子。什么？我爸爸现在在哪儿啊？我和你爸爸分手了，我听说他挺好。啊，我妈妈该多高兴啊！您知道，我妈妈是多么盼着爸爸呀。
始不太相信这是真的，还不如根本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会那样难过了。我还不知道东百花是谁，当然了，在那个严峻的时期我也不应该知道。可是从那天开始，我感到东百花是一位充满着爱和痛苦的人，是一位亲切关怀着我的朋友，他像影子一般在我身边。哎，我打听了，说有几个通道。哎，可跟你办这事儿我有点害怕，你知道我只长了一个脑袋。好吧，那就算了。你是怎么了？这脾气。就这些。嗯，听说过去老鱼头帮用过一个地下通道。老鱼头帮？啊，弹药库底下那个通道。对，就是那个。那只有老鱼头的小伙计知道，他叫闪电。闪电？东百花手老鱼头帮的小伙计闪电知道地下通道的位置和你。好大的雨啊，把我浇透了，这浑身冰凉啊。你这有酒吗？嗯，有。谢谢。这么说你见到他了？我这个嗅觉没错，他准是人民军的侦察兵，他打听弹药库底下的秘密地道。地道真有吗？日本时期有人报告说老鱼头帮在地道里藏了鸦片，海关和警察都去找过，可没找着啊。啊，对了，现在只有一个叫闪电的知道那地方。闪电？对，在拘留所打死警察的那个。嗯，就是他。嗯，检察官吗？啊，你好，我是金春呐，打扰您了，我想打听一下闪电抓住了没有。正在搜查。特务队这样关心他，看来他不是个一般的罪犯。不要这样想，据了解他知道过去秘密地道的位置，我们正在找他，你们抓到了请告诉我。再见。39号，崔刑警吗？在特务队之前把闪电抓到。就这样。这次金春科长被暗杀了，到哪儿去找那个幽灵师的人物？哎，怎么不回答？喂，这能不能是何民干的？不是，何民当时正在他自己的宿舍里。还是杀吴春德那个人干的。吴春德和金春都是在交接重要情报的当口被暗杀的，这说明那个幽灵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队长，那个幽灵肯定是跟何民有联系的人，金春和赵德七他们俩正在追查何民。这次的暗杀只
只能说明是为了保护何民的行动。从现有材料看，有人在关心何民。嗯，他是海关秘书徐润珍，还有何民常到街里去买杂志，那儿有一个摆书摊的少女。他算个什么知识分子去买书？把徐润珍和那个少女都监视起来。哎呀，先生，先生，我不认识闪电，真的不认识。你不认识闪电，你这个老毛病总是改不了啊。那好吧，把手伸出来。先生，我真的不认识。快把手伸出来。先生，我检察官，我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你说不说？检察官，这个人我们不好用刑太重，他是特务队的谍报员。看来你的心脏太脆弱了，那你出去吧。我说，我全说。早就该这样。有一天，我接到东百花的通知，敌人的化学炸弹已经全部入库，并且马上要运往前线。正在这个时候，甄玉为了躲避特务队的搜查，按东百花的指示转入了地下，形势更紧迫了。我们在找闪电，女检察官的部下也在追捕闪电，我们几乎发生了冲突，再不能等待了。我们找不到那个通道，只好先去找弹药库底下的下水道。我和甄玉把釜山市的下水道走遍了。哦，甄玉啊，休息会儿再走吧。啊，不要紧，走吧。休息会儿吧，熬了几夜了，有点挺不住了。问简讯可以吗？嗯，好，问吧。我爸爸在跟您一起来的路上牺牲了吧？那天晚上，我看见你眼睛里含着泪，是吗？叔叔，托您件事儿，以后要是见到我妈妈，千万别告诉她，她知道了，一定会经受不了的。好吧，谢谢。
们接上火了，特务队抢先了一步，请您快来。谁都能办得到，给打死了。我没脸见你。晚了一步，没来得及动手。别说了。这件事情美军谍报队对我们特务队很不满意，打算干脆不让我们参与，看来和您没必要再留了。卖书的姑娘死了以后，抓那个幽灵的线索现在完全断了，真令人遗憾。当时不是姑娘一个人吧？对，还有一个人，他可能就是和您，当时他没在家。是的，队长，警察署也出动了机动队。为什么？洪秀兰检察官认为何民是一个大的走私嫌疑犯。不可能，从他昨天晚上的行动看，他受过军事训练，任何走私犯都干不出来的。那个女人看错了，洪秀兰是从来没有失误过的老练的检察官。这我比你知道，从日本时期我就认识他，他也是人嘛，也会失误的。马上逮捕贺民，要赶在美军之前下手。检察官，根据现有的材料看，杀死官长的罪犯想从走私嫌疑犯当中找到他是困难的。密告信干扰了我们。那密告信不是假的，我已经找到了嫌疑犯。谢刑警，是报告吧。我认为何民有杀害吴春德的嫌疑。现在特务队和美军 CIC 派出的那个叫泰拉斯的谍报员都主张立即逮捕他。
现在他们好像认为何民是人民军派遣来的侦察员，可是在酒馆我亲自听到他和赵德七的谈话，他有50吨左右的走私货物，那天晚上他和那个姑娘两个人为了找存放走私货物的场所进了下水道，情况都清楚了，现在该逮捕了，您签发逮捕令吧。机动队立刻出发。何民先生，你在想着昨天死了的那个少女吧？当然，连一个小帮手也丢了会痛心的。我作为一个女人，也可怜那个孩子。你也算女人？那你认为我是什么？我不知道。女人嘛，会料理家务，懂得饭，体会过养育儿女的喜悦，这些你都不懂。对于一个母亲的悲伤，你也不会懂。你知道此地有一句俗话吗？咒骂你的。怎么咒骂的？话太粗鲁了，不便对女人开口。你刚才不是说我不是个女人吗？检察官，什么事？请吧。检察官，我奉特务队长命令来逮捕何民。你来晚了一步，我们已经把他逮捕了。特务队长说他不是走私的，是赤色侦察员。看看吧，如果是这样，3天后就交给你们，请转告队长放心好了。走吧。哎呀，你好啊。怎么把你抓来了？啊？哎，老兄，这可太好了，我可以不寂寞喽。哎，你是逃避当兵吧？哎，你倒说句话呀！你的话太多了。我，老兄，去见老祖宗之前，把该说的话全都说完嘛。哎，你是你是头一次进来吗？别这样愁眉苦脸的。哎，来，我给你变个戏法。哎，来，我是马戏团的魔术师。来，开幕了，乐队。吧吧吧吧，现在一切都完了。不从这个狠毒的女人手里逃出去，任务是完不成的。目前这种情况，东百花知道吗？看见了吗？啊？什么？哎，你怎么没看呢？哎，好，根据观众的要求，我再表演一次。来，一，二。闪电啊！闪电，你就不能老实点吗？是，遵命阁下，在当局的镇压下，剧场只好关门。
什么罪吧？罪？你说我有什么罪？你把话说完。罪？我认了。我用我的方法向这个世界宣战，丢的是灰尘，得到的是全世界。哼，你懂我的意思吗？丢掉的不是灰尘，是枷锁。我连灰尘都没有，我没有父母。拘留所逃出来，他饿死了，他留给我一封信，说死了跟妈妈一块儿去，这就是我的罪。饭桶，你说谁？我说你。说我？你不想替你可怜的弟弟报仇，就这么胡混。你弟弟要是能知道，在地下也不会瞑目的。你不害臊了？可我一个人怎么能报仇呢？一个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战争，可你，你从那边来的？刚才说晚了是什么意思？我听说你知道老鱼头帮用过的地下通道啊。知道。怎么样了？本部同意我们抢走何明的计划，三天后洪秀兰要把他传给特务队，趁此机会。好，就这么办。那个刑警好像发觉了什么，要注意。好。准备逃出去，出去后到二号联络巷东百花。都出来。为什么没给戴手铐？他是审完了要交给特务队的要犯，不知道吗？不是说三天后交给特务队吗？今天就交。给，给他们扣上。出去吧。警察打你们了吧？你在这儿没开口，到特务队要后悔的。闪电，你不供出弹药库底下的秘密通道是不行的。是我？是特务队来的吗？放他们进来。检察官先生，给点水喝吧。的女秘书不见了，她打字机里有窃听器，马上布置搜查，不许放走了。知道了。
上车。底下的通道在哪儿？啊，就在这儿，用石头堵上了。嗯，谢谢。哎，你的真名叫什么？啊，我叫全永植。全永植，是啊，您问这个干什么？我们是死里逃生、共患难的朋友吗？好，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闪电到大桥底下，有人接他。你完成任务后，化妆乘39次客车，我在车站欢送你。东百花，哎，怎么样了？好了，我们该分手了。你从这儿到大桥底下，在那儿有人等你。嗯。你这是什么意思？永植啊，在为祖国的战斗中成为闪电吧。嗯，好了。嗯，哦，对了，我跟你一起去吧。永植，你不能跟我去，你给我画了图，我自己能找到。好，再见了，若保重吧。时间了，快走吧。
算成了。我看成不了，何林先生。我是美军西安西派出的 Pilots。 我以为这儿有你们好几个同伙，原来就你自己。早知道这样，我早把你抓起来了。你到底没把你们的工作网暴露出来。我们想破获这个工作网，暂时没逮捕你。这个弹药库只能让你看着眼馋了，这有什么办法？搞这行嘛，可能赢了，也可能输了。好了，站起来。曾玉干的，我现在就要到车站去见大嫂了。我忘不了在那笼罩着黑暗的严峻的敌后，一直在暗地里掩护着我的东北话。六号包厢吗？是。这是检察官交给你的。Thank you.
请您讲一讲，那位同志怎么当上了首席检察官的？哦，我也是回来以后才知道他的经历的。读书会事件，他和丈夫分了手，到日本避难去了。在那儿，他父亲的一位律师朋友帮助了他，一位很有良心的人士。他同情甄玉妈的遭遇，让他顶替死去的女儿洪秀兰的名字住了下来，从此人们就认为她就是律师的女儿。这么说是她的义父让她专门攻读法学的了？是啊，解放后她回到了家乡，为了谋生当了律师。哦，她每次做辩护立论都很准确，当时很有声望。嗯，法律界也很佩服他，聘请他当检察官。可是他没同意。后来他怎么？后来嘛，一位了解他经历的革命家受祖国的委托找到了他，要他不是为了敌人，而是为了革命同意当检察官，他这才答应了。可是那个真的洪秀兰没有儿女就死去了，所以找到甄玉以后，他也就不能公开地认自己的女儿。哦，这是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革命家庭的故事啊。这个家庭的成员都是不为名不为利，默默地把一切献给祖国的真正的人。我们都应该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战斗。웃으며 가리라.